开学季，大江南到处是学生们快乐的呼声，学习的渴望，冲锋的喜悦，填满了学子的心态。太好了，终于可以上学了。虽然有人都这样想，但大家都在快乐的摸底考，愉悦的赶作业，享受的上新课的同时，我却在躺着，没有作业的我，享受不到补作业的快乐，大学又没有摸底考，感受不到摸底考的兴奋，失落、空虚、孤独。于是我决定自己给自己摸底考。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携手哔哩哔哩主题网点跨界上线。好了，来说一下我们新概念摸底考的规则。考卷由我的朋友帮忙设计，总分共150分，涉及各种乱七八糟的知识。而考生在考场中呢，可以支付3点分，抽取一张卡牌。这卡牌上呢会有各种各样的增益效果，让整个摸底考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说，这不仅是知识，更是一场勇气和运气的大考验。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好的，我们的摸底考已经开始了。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其实我非常的紧张。就考官先生可以开始发考卷了吗？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考试了。好，来试题卷。哇，这么多题啊！答题卡，20道选择题，10道填空题，草稿纸，还有答题卡，还有草稿纸。哇，这个太像了，这个我有点痛苦回忆了。开始，好，那我开始答题了。停。啊，考试铃响之后才能答题。那我现在可以看卷子吗？啊，可以可以。哦，我开始看了，太真实了，我原本以为只是随便搞一下。哦、关了吧，关了吧，行吧。考试铃响，关了吧，关了吧，关了吧。我们可以开始答题了。好。下列各句中没有错别字且加点注音全部正确的一项是新冠疫情抑制的需求开始爆发，载体还是载体啊？我怎么感觉都是对的呀？等会儿，豇豆、茄子等疫，这个我知道，蛙是吧？应该是冠状病毒 ，A 应该是对的。好，选 A。哇，第二题数学题，你这个跨度也太快了。X 是实数，它的两个解是零和负一，可以推到后面，但是后面推不到前面，充分非必要。May I ask for 2 days off tomorrow？ 后面它的意思是马上就要放假了。你想请假的时候，老板说马上就要放假了，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老板的意思应该就是你就是一条懒狗，你别请了。我觉得应该是不让他请假，而且这个老板感觉他的这个语气非常的拽，你知道吧？所以说我决定选 D， 就是关我鸟事 ，I don't care。应该是这个意思吧。第四题，在运动会上，某运动员以5.05米的成绩第24次打破世界纪录，过最高点时的速度为零，肯定是错的啊，因为他还有个横向的速度。恢复形变时，弹性势能就完全转化为动能，还有重力势能。要越过横杆，其重心必须高于横杆。哎，对，那我觉得 D 应该是对的。C 感觉也是对的呀。我要申请使用技能。哎，我这个自己靠自己的实力做了3道题，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来啊，开始抽卡。什么卡？OK， 排除错误答案，来吧。这个 C 和 D 反正肯定有一个是对的，你帮我排除一个错误答案。第五题答案 D， 庄子是错的。不是应该排除我这道题的答案吗？没有，我们这个是随机排除的。随机排除答案。算了，先选 D， 后面我再回来看。名贵君亲应该是孟子的。下列变化中克服共价键。完了，我高中最差的一门就是化学了。我申请抽卡。谢谢这位同学，我们考试的总体时长呢减少5分钟。我就不该抽这个卡，你们这个卡不是应该只有好东西的吗？那是时间减少。猜一下吧。好，冰融化首先排除，干冰气化排除，这是物理变化。氯化钾融化和二氧化硅融化，选 A 吧，字数长一点，看着顺心一点。已知一批基因型为 AA 和小 AA 的豌豆种子，其树木之比为2:1，其子一代中基因型为大 A， 大 A 小 A， 小 A 的种子树之比为。啊，这题肯定有简单的算法，但是我感觉我只会攀批算法。算了，我申请一下场外援助吧，我觉得这个场外援助应该还是有用的。排除答案，快点快点，我这道题非常需要排除一个错误答案。D 是错的。OK， 所以说我们只要算大 A 大 A 和小 A 小 A 的比率，因为只有一种可能了，要么9:1，要么5:1，要么4:1。等会儿我发现了，你看这个第一个有2个9的，所以说这个很可能是9，所以说我直接选 A 了。设等比数列 AN 的前 n 项和为 SN， 若 S6 除以 S3 等于3，则 S9 除以 S6。等比数列求和是什么来着 ？A1 除以一减 Q， 上面是一减 Q 的 n 次方，就是一减 Q 的6次方除以一减 Q 的3次方。
等于三。哦，我知道了 ，Q 的三次方等于二，是吧？三比七，这题应该是 B。好，你考试时间结束还有30分钟，请各位考生把握好自己的时间。那稳了呀，我已经做到17题了。哇，怎么还有电路题？完了，我这个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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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装备升级，怎么个升级法？装备是不是有计算器？是不是有计算器？你的笔从2块钱一支笔换成了价值100元的钢笔。这，再来，这钢笔对我没有用处。哦，出现了，超凡原著，我的天才室友鸭少。呀，急事求救。那你能不能用你的嘴描述一下那个电路长？电路啊，可以。我这个电路题呢，首先先画一个三，写一个三字，三条一样的平行的横杠线。横杠线。在最上面一条横杠线的中间有一个电源，电源你不可能不知道怎么画的。A few inches later， 电流表 A 的两次计数为2比3。好，时间到。哎，你故意的吗？就等我说完题。我要抽卡，我现在已经扣了15分了，是吧？没事，只要我题全答对就没有问题的。这是什么卡？考官，你解释一下。这个卡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了这张卡之后，你就可以去上厕所了。所以说我原先是不允许上厕所的，是吧？啊，对。上厕所卡，算了，来都来了，我去一趟吧。虽然说应该好像不想上厕所，但是我可以去厕所里面逛一圈。各位同学，你要上厕所的话，考官是要跟着你一起。这么正规的吗？牛逼！这道题一共就5分，我为他抽了3张卡了。这个就相当于一个什么情况？这就是一个赌徒心理，你知道吧？就沉没成本，你抽的卡已经这么多了，所以说不把它打出来的话就是白费了。所以说没关系啊，我就是要把它打出来。来吧，来一张。这是什么东西？你解释一下啊。这是一张再来一题卡，这次考试你是要多答一道题，答对了不得分，答错了是要扣分的。有一介云墙电场，负电微粒，以某一角度 theta 从 A 点斜上方射入。电场线是什么东西来着？ pass， 要学会先搁置这道题。我先做填空题吧。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个太简单了。一，申请场外援助。来，排除答案。好，快点。我不要排除这两道这个电场题的答案。告诉我这个系是怎么写的。好，我告诉你虚怎么写。口字旁一个鱼。哎呦，第二道题，突厥的歌词，这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吗？就把我来自这里，这样我就叫着你说饶命饶命，你把这办卡做造型，不敢报名。对，应该是这个。鸭少是广受观众喜爱的荧幕角色，鸭少的生日。怎么有这种？算了，我觉得我现在积累了几道题了，觉得我需要申请场外援助了。场外求助。不多逼逼了，我跟你讲，这道题鸭少是广受观众喜爱的荧幕角色，鸭少的生日是你自己生日你答不出来，你是八十九，几年的九七哦，你还比我小吗，臭弟弟。好，接下来下面一题，你知道球的表面积公式是什么吗？我只记得体积，让我回忆一下，马上好。四派二方。来，下一道题。哎，正好时间还够。电子就是什么电微粒有质量吗？有质量。啊，微粒是有。对的，除了光子都是有质量的。哦，一虚系的系怎么写？中间上半部分是老虎的虎的头，那下半部分是一个豆子的豆。好了，时间到了。哎，你又，最后的，完了，老虎的头，然后底下是个豆。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哦，它有质量的话，那我就知道了。所以说它的动能其实要减少的，所以说它的电势能应该是变大的。那我盲猜 D 好吧。半径为一和二的两个铁球融成一个大铁球，那半径为一和二的1/3就是12派9等于2的3次方，然后这个叫什么？大铁球的表面积，12乘以3的1/3次方派。克莱曼廷的英文名，这我可能不会吗？ Clementine。 在本场考试中你抽取的第二张效果卡还有记忆题的。等会儿我想想看，第一个是排除错误答案，第二个是减少考试时间，对吧？哎，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也就这样吧，该错的都错了。我现在能够克服的几个就是这个化学的问题，化学这个问题我当时真的是猜的，还有个易虚系刚才没有搞清楚，所以说我决定再抽一次卡。逆转乾坤的一刻到了，朋友们。什么？气势提升。
有了这张卡，我们就会为你加油打气，来，加油！离考试结束还有五分钟，老番茄同学，你的考试时间已经到了啊！不是还有五分钟吗？你刚才已经扣了五分钟了。哎呦，later。老番茄同学啊，你怎么没有填答题卡呀？哦，还有答题卡。老番茄同学，嗯，你最终的成绩是102分。及格了呀，对啊，150分及格成绩是90。但考虑到你抽了10张卡，所以你最后的得分是72分。及格了呀，60分及格还是及格了呀？我看一下错了多少题，哇，第一题错，第三题错，第四题错，第12题错，第14题错，第18、19全错，然后一句细写错了，这个怎么错了？你写了错别字。不。那老番茄同学，你这次不及格的话，就罚你所有错的题目都抄5遍吧。4遍吧。5遍。3遍吧。5遍。2遍吧。5遍。不通人情这个考官，哎呀，新官真的，我觉得观众应该很多也是念惯的，大家都没有念对也好，趁这个机会我跟你讲，我高中开学的时候每次也是这样子，基本上开学的时候都会犯各种错误，没有带作业什么的，然后就会罚抄班规，我们就是犯一条班规就要罚抄50遍，然后我犯的是最长的那条，我那天只是没有带作业，没带作业的那条是不带作业学生卡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什么，它3条并在一条了，然后那条就罚抄50遍，导致真的2天中午我都没法出去玩，哎，真的勾起了开学的痛苦回忆。那么开学季呢，中国建设银行携手哔哩哔哩主题网点跨界上线。好了，我继续抄了。中国建设银行携手哔哩哔哩联合打造100家主题金融小站，打开专属于你的开学之旅。 Yeah。